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我这一次呢要分享的是非常适合送给妈妈当做母亲节礼物的，还有呢自己在家里也可以使用的小家电哦，就是这一台按摩器。它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可是其实事实上还可以啦，就是一个女生拿的话其实重量是 OK 的。那主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好用的地方是它是无线的，就是它没有一条线接在后面，就是你可能一定要插着插座充电你才有办法这样子按摩，所以你就不会受电线的阻挠，就是你的行动区域只有在那一个范围。那因为它是无线的，所以你想到哪里按摩都可以。它主要比较特别是它有三个按摩头，它的三个按摩头，一个是锥形的，一个是七爪型的，还有一个是半圆形的。那使用的话其实都还蛮简单的，它这边的话它是那个旋转的，所以呢就是把这个旋转进去，那记得哦你要把它拴紧，那你要把它拴紧，因为它这样子在震动按摩的时候才不会松掉。那它的按摩的话有五种的按摩模式，就是你先压进去它就会显示你看40，就是你还有40分钟可以使用。我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算是轻的，而且其实它没什么声音的，你们听声音，它声音还蛮小声的。它这个是在快一点的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就是在更快，它第四阶段就是有点轻轻敲打拍打的那种感觉。它这样子用，因为本身它的机器是有稍微一点点的重量，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需要很大力的去压你的肌肤或是你的那个穴道，你是这样轻轻的放在你的肩颈啊，它自己用它一点点那种力道就其实真的很舒服。那它还有第五个就是在更快，那再按一下就没有了。那它的时间的话就是会一直缩减，那建议的话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大概用30，就剩下30的时候我会再充电，那就是长按它就关机了。那它另外的话，它这种大圆形的话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可以替换的套子，所以就是直接套上去这样就可以了。那同样的一样是用把它旋转进去的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好用的原因是它全家人都可以使用，它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那种按摩的感觉，还有可以随时可以放松。那有的时候我在抖那个我的手臂，那可能就是我们妈妈啊在家里顾小孩啊，可能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赶快拿这个来舒放一下你的肌肉。那当然这个腿也可以使用，腿啊腿也可以这样子。那尤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那种运动啊，运动完之后会有肌肉酸痛的问题，那也可以用这个去舒放一下你的肌肉的压力。我是觉得这还蛮舒服的，因为我老公啊他长期就是坐在办公室上班嘛，那都是都没有站起来动一动之类的，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屁股啊腰椎的地方会很酸，他的屁股那两块肌肉也是非常的酸，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是会拿这个，他就会拿那种肩椎头的地方去刺激那个屁股的肌肉的酸痛点。他说真的很舒服，他就自己一个男生拿着在那边弄屁股，哎，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笑的。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还蛮适合可以送妈妈当做母亲节礼物或是生日礼物都还蛮 OK 的哦，因为它还有白色、红色、黑色还有粉红色，虽然是香槟色，但是我个人觉得香槟色真的很好看，很有质感。那这一次呢就把这个好物分享给你们大家咯，下次见哦，拜拜。